跟你们拼了！水晶，你捏一下。哦。你再捏一下。而且伤害主人，后果很惨的。老子不信！你干什么？你把老子当条狗，还用我的头？这么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怎么能睡得着？多喝点，多喝点，一壶都给你。我这脸怎么了？很帅啊！我的帅脸！快醒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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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个师兄不行，你死士和他一块修炼，怪不得修为不怎么样。这是少阳规矩。什么规矩？老子懒得跟你废话，都给我滚开。抖音